Hello， 我是盖伊。那在我的 IG 跟 Facebook 常常会有很多粉丝很认真的问我说，自慰是否会影响重训表现，或甚至力量会下降？于是呢，我的伙伴就帮我想出了一个实测计划。那目前呢，我已经禁欲了一小段时间了，等等我会去测我的硬举 PR。那测完 PR 之后呢，我会连续自慰7天，然后记录整个过程，之后再来测一次硬举 PR， 那看看力量是否有下降，或者我的运动表现有什么差异。然后接着我们就来测硬举 PR。轻松拿起，然后轻松拿起。哎呦，你们多一点。好。哈哈哈！有点重，有点重，有点重。好。好。再拉开。哈哈哈！不会紧张，不会受伤，不会。现在重量来到250公斤。对，这个你最高纪录是多少？最高纪录是250。对。哦。那基本上我觉得不太可能拉得起来，最近又没有跑什么课表。来！啊！啊！啊！太重了！但是不行。那你是已经觉得不行了？刚刚我觉得。杠稍微动，然后杠没有稍微浮起来那种感觉到，你有感觉到吗？我带到，我带到，有一只蚂蚁过去。好了，接下来你的任务才要开始。来吧，什么任务？我已经为你一开始有任务了。身为有在健身的男人，我们应该时常调节自己的睾酮。比如我们药师，我们是不是要时常调整我们的睾酮水平，让自己的睾酮维持在一个适合健身的状态？对，啊，真的假的？没有，感觉到说，4、6，这边有7个，这个礼拜，也就是说，我这礼拜7天，每天要使用一个就对了。对对，我每天都会记录下来，然后跟你收来检查。不是，你要回收这个东西？我要检查你有没有用啊。我用过之后，然后要给你。对对对，我会为观众去监督你的每一。等一下，我用过呢。对对，反正我会把它收着就对了。啊，万一它不会流出来？不，你就盖好就对了。总之，我就是用7天之后，然后再测一下硬举 PR， 看一下状态是不是还维持在一个水平。那我们今天是做了多少？成功拉起240嘛？成功拉起240，255废哦。对，那这样算你正常的水平吗？差不多。所以说下一次如果真的自慰7天会有影响的话，其实有可能拉不起来。真的自慰7天会影响的话，240应该就起不来。第七天是拿一个来，然后直接现场。处理完之后，然后来测 PR。可以，那你、真的吗？你第七天就放在三剑客用。你说我第七天就带一个新的罐，然后在三剑客啊，对，用完之后然后测 PR。我一样会现场为观众监督。What？ 啊，你说我自己带一个蓝牙耳机，然后自己关在厕所，然后结束出来，然后给你这样。啊，对。哎，可以吗？你厕所让我做这件事情。随便。哈哈。问一下老板的意见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就明天见。好的，那现在的时间是晚上的11:40。那我坐在我的电脑桌前，要开始我今天的最后一份工作了。我们明天见。好，现在都准备完成了，接下来呢就等盖伊来，我们就可以来跟他收作业。盖伊带小盖伊来了。哎呦耶！怎么样？盖伊，盖伊，过来，不要在那边。我怕他会留一些东西出来，所以只有一个袋子。这个防水布已经准备好了。我上面有写一个2月18，2月18的精华。发现它就是因为它这裡有个贴纸，对，然后它要把它撕开，然后有个小出气孔，是没撕。我有撕，我把它粘回去了。然后这，我以为他是要这样转开，他不是，他是直接压，嘣就开了。对，然后那个触感是硬了才放进去还是？废话，你都
到底在讲什么？触感讲真的还蛮舒服的，还蛮像的。真的、哦，真的还蛮像的，我觉得还蛮像的。对，然后它这出气孔的用途好像是说，就是你进去的时候，你把这出气孔堵着，然后往外拉会那种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你这个撞声，你这个撞声词很生动，真的。而且我跟你说，我昨天测完硬举 PR 之后，我老实说，我回家是就不太想。为什么讲一讲，我就觉得脖子那么冷？就是测完 PR 之后回家没有那么想要。没兴致了，对对。不过一弄上去之后，感觉就来了，就还偷偷窥视了里面一下，里面长得有点复杂。看得到，看得到，没有看，去看得到。好紧张，紧张什么？然后会流到你手上，但是啊，看不到，看不到啊！看一下能不能带到那个这个里面的构造，有看得到吗？哎、欸，有，其实像，就算你有没有用过，其实也。看不出来，对啊，我好像已经闻到味道了。虽然我没有凑近闻，但是我感觉闻到。好了，就这样。我看一下这吸管的特写。我给过。好，不要再看了。不要再，真的不要再看了，可以了。看我已经闻到味道了啊！闻到什么味道？就是有一个小朋友的味道。你是不是自己有用过？你说我吗？对，我当然有用过啊。我们要接这个业配，怎么能不先用过呢？你说的没错，就怎么能够给粉丝交代？身为一个专业的那个合作伙伴兼经纪人，对，去接这个业配，自己没用过真的说不过去。没错，而且我觉得你可以驾驭好这个业配，明天再继续为大家监督盖印的。好的，那现在的时间来到了第二天晚上的10:40，我一样坐在我的电脑桌前，从来也没有想过就是。这件事情它可以变成我的一件工作，那我先去忙一下，我们明天见。刚刚孟轩已经看到他停车，哎，小干，来，快点，为什么人一天比一天多？我们要参与这个盛会，而且为什么是波波在录啊？因为我现在是专业的摄影师，没错，来，直接打开，直接满满的，直接出来。我干嘛呀？你又恶心嘞！感受一下啊！你泡口掉。干嘛？不要怕啊！不会。好，盖一，子孙开箱，特写代战，你不要怕。哦，这边一样是有一些湿湿的。你其实这样子挤没什么用，你就直接放着，它自己就会出来。就这样放，然后大概过个30。其实你看光这样放了，就可以感觉到它有这个有这种弹性，短的弹性还是蛮不错的。哎，是不是？这边特写带一下，变成水状，变成水状，所以基本上其实看起来就只是像水而已啊。好，我已经闻到一个粉味。Oh my god！ 你有闻到吗？我不要。Oh my god！现在的时间来到了第三天的晚上11点，虽然说我也没有特别不想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当它变成一个例行公事的时候，心情上真的会有一点不一样。我好像多少也有点能体会我们清水剑先生的心情了。早，今天好热哦，很热。他们已经习惯我在健身房做这件事情，这其实是好像已经变成一件很自然的事情，真的很健康的。第一天还竟然说哇啊，闻到什么味道什么？第二天哎，第三天完全不 care， 看书、滑手机，来吧。今天这个量我是觉得不需要怀疑，下次如果有质疑，有需要质疑的时候，我都会观众进行监督。第四天。一样的时间，一样的心情，就是天气热了点。来，做那事的时候就觉得有点热热，我还开了电风扇。为什么？我怎么保洁店湿湿的？那下面有插座，吓我一跳。现在叫闻不到，但是我也不想再更近。我有看到，哎，我看到，哎，你看到什么？带观众看一下，也是会被我打波嘛。该你
这样子做了四天，你现在有什么感觉？我印象比较深刻是第一天的感觉是，就有点害羞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明天要把这东西交给你这样？第二天、第三天都差不多，然后第四天就有点平静，就是觉得这是一个例行公事，兴致会减低，或兴致会减低。但是我觉得兴致减低不是因为每天都弄交易，兴致减低是因为这是一个例行公事。所以其实你如果不是例行公事，每天都弄，其实你也不一定会觉得兴致减低。对。我觉得应该是这样，就是有一个叛逆的心情。然后你要做，我就是想做。说不行，你可能一天好几次也可能。可能这种，是你给我禁欲，我可能一天就玩的不亦乐乎。禁忌的。不瞒你说，那个 Amy 她知道我们要拍这个企划，她是有点担心你，所以要准备一些东西。你说卖妥帖的 Amy， 没错，有。这个好有趣。瓜氨酸跟精氨酸。弄七天有需要拿这么多东西？鸡油片吗？跟那个玛卡，靠玛卡，新美片，玛卡都来了。等一下用那个 Tenga 的杯子。Tenga 的杯子，都长这样子吗？不是啊 ，Tenga 水杯。哇，来用这个来吃这个西西。要吗？哇哦 ，Love me Tenga。来 ，Alright， 配了吧？聊聊蛋白质的碰撞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这样，明天。现在时间来到了第五天的晚上，哦 ，Tenga 的数量剩下最后三个。店在这边等他了，好不好？准备好了，等你很久了。哦，你很乖，你很乖巧。当然，昨天晚上在干嘛？为什么今天那么晚？昨天晚上不就晚睡吗？哦，昨天用的时候突然有个有感而发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因为总共七个嘛。对。就是昨天用完第五个，然后我就想，剩两个。然后我今天晚上用完一个，明天带来之后，然后再想再用一个，那我就要测 PR 了。我都已经听到那啾啾啾的声音了。我靠！你今天没有这个不是，这个不是六毛一。那为什么今天特别多六毛一？我们 take 一下日期，我要把它收进去。好，来一，感谢你昨天的付出。没问题，小事，就是有点有感而发，这样就觉得啊，跟他培养的感情。那剩没两天就要结束，五天过去了，就有一种要跟他分手的感觉。没关系，这样还有一下。可以，好，这个五个达成。好的，那现在的时间来到了第六天的晚上，那我的飞机杯还剩下最后两个，其中一个呢，等一下我就把它处理掉，那剩下的那个，明天我会带去三剑客，使用完之后马上测我的硬举 PR。可以。糟糟糟！走啊，到了约定的日子了。哇，今天又湿又冷。今天早上起来神清气爽，没有，这是新的啊，用过的这边啊。先里面走。搞炸哦！六月二十三号，昨天晚上啊。那个面糊的味道。等一下，面纹的太用力了吧？谁叫你？看一下我准备了什么啊？蓝牙耳机。等一下，不要用了。不是啊，是业配啊，不要业配。我没有业配啊，我是说我准备蓝牙耳机啊，不然我在里面播音声音很大声啊。你可以播出来吗？我不要啊，认真教学一下。好，首先呢，如果你要使用这个 Tenga 飞机杯，第一件事情，我会先撕贴纸啊，这边。你会先撕贴纸？对，我会先撕贴纸。因为它里面有润滑液，好，就这样贴旁边，把这个就像你开保特瓶一样，把这个胶膜撕掉，就这样直接压，哦，就开了，开了之后里面就是这样，贴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尽快好不好？啊，尽快，你用你最快的速度 ，See you， 快一点，不要说话了。
你不要，你知道跟着进来吗？没错。你在外面等我就好了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待会见。来。你觉得盖伊会进去多久？我不知道，还没什么概念。你没有概念？没有。这样，你觉得盖伊会搞多久？三分钟吧。三分钟？都已经不止三分钟了。五分钟吧，差不多了。哦。我们准备迎接盖伊。你啊！对。算了。We are the champions, my friends.对，好，有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种热气，好，够了，这个好，这已经太入骨了。所以第七天怎么样？成功，直接去测 PR。这个你带着干什么？OK， 我们直接从60公斤暖身开始。好，来。好吗？那这次合作的商品是 Tenga Deep Throat Cup。那有兴趣的朋友呢，可以使用影片下方的折扣码到官网去做选购。是的，没错，我们就是连 Tenga 的折扣码都可以帮大家拿到。那里面呢，除了男性的商品以外，有许多 for 女性用的商品，送礼自用两相宜。大家还喜欢这次的影片吗？那后续呢，我还会带来更多更深入的实际使用开箱影片。好的，那影片的最后要来抽奖啦，抽什么呢？抽盖伊的签名飞机杯。大家不要担心好吗？不是桌上这些，是这个新的没用过的，有两个潮潮飞机杯跟两个巨巨飞机杯。哇，好巨啊！盖伊这个比较巨耶。对，这是给巨巨使用的 US Tenga， 让大家可以留作纪念，看到它就可以想到盖伊我。
前面的，还是不要想到我好了，对，让大家可以留个纪念。那详细的抽奖办法呢，就请大家上见人盖伊的脸书喽。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我是见人盖伊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